在那个时候，我淘汰任何一个人，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一个不对的、跟不合理的一个选择。加尔队长，加尔队长。默默。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沉默，也是，就今天没法上台的。然后我其实今天来的目的很明确，一个就是给我的队友们打气，第二个目的也是我怕我不算条命，他们要再淘汰人，所以我今天也过来问了下情况，我这算条人命吧。感谢你，某某。加油！谢谢某某，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某某能够尽快的康复。无论何时，如果你想念大家的话，随时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排练房，跟大家一起相聚。我们一直相伴到总决赛，好不好，某某？好，没问题。加尔，你还有一位。我觉得，第二位是大航。大航他非常好，很有自己的风格，但因为可能后面的一些任务里面需要，比如说 battle 的需要个人的或者什么的话，我会比较有保留的。好，我非常感谢我们核心专队每一位队员对于每一个舞台付出的努力。我选的第一个不跟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走下去的队员是对不起，波波。波波，核心武器还差一位。这个真的就只是这个暂时这个舞台哈，别沮丧，因为每个人都很好，很强，真的很强。然后对不起，兔子。
核心武器淘汰完毕。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选来选去，选来选去，就只能这样了。反正就内心满满的愧疚。我觉得能够走到这里我很满足了，不过能够跟一心一起排练一起跳舞是我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对，然后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持跳舞，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跳自己想跳的，一起加油。今天想说就是一心队长千万不要觉得内疚，没有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能够就是从你的街道得到你的第一条毛巾的认可和走到你的战队，我非常非常开心，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所以我是笑着给大家讲离开的。然后非常非常开心就是跟我的队友一起比赛，还有一心队长跟我们一起排练，然后我只想跟剩下的就是队友说身体健康，我希望你们冲进决赛圈好吗？核心舞其实是最棒的，然后我跟大航是室友好吧，我们两人一起走没问题，因为我们俩本来就是一个团队的，然后他是我的师傅，然后就是没有任何什么遗憾的东西，我觉得很开心，然后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导演组还有所有选管姐姐的照顾，谢谢，谢谢兔子，谢谢波波，大航，还是要感谢嘉尔哥，我可以很骄傲的说我是嘉尔哥街道唯一一个晋级的 Waker， 唯一一个拿到毛巾的 Waker， 我也是嘉尔哥在小黑屋义无反顾直接冲到我房间希望我加入他的战队的一个 Waker， 让我走得好慢，已经非常值了，其他人都没有这一个荣誉的，所以我已经很开心了。很遗憾嘉尔队长选了我，可是我没有为你做什么就得离开了。最后谢谢在这里收获了这么多好队友好战友好朋友，每一天能陪我们疯陪我们闹，真的很感谢你们。对，为爱而战往这里看，我是沉默，谢谢。谢谢沉默，虽然要离开，但请你们记住，你们一样是中国街舞水舞台 battle 这个历史上的见证者，谢谢你们。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嘉尔哥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他说我就喜欢有趣的人，我就喜欢你这样子的舞者，所以整个后面我都是感觉很自信了，会感觉自己的价值好像真的有体现出来。在这街的街我们可能离开了，但这并不是我们整个舞蹈生涯的离开，然后我们会继续出发，会让大家看到更好的大航和兔子。对，我们来自 The Fae， 能够进战队我其实很满足了，也收获了很多很多朋友啊，还有一心队长啊，我会继续加油。加油队长，他那个拥抱就仿佛把我拉回了呜时光倒流小黑屋的时候啊，突然就有点舍不得走啊，希望有朝一日还能跟嘉尔队长同台一次，弥补这一次的遗憾。